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应该还没看吧？让·保尔·马拉，马拉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医生、政治家，还有最令人关注的激进的记者。因为他是无套裤党颇具影响力的支持者，又是激进雅克宾派的成员，他的报纸《人民之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让他颇负恶名，而他的恶名导致他在1793年7月13日被暗杀。这是由雅克·路易·大卫所绘的不朽作品，描绘了马拉在药浴时被刺杀的景象。马拉一生都为了脆弱的肤质所困扰，甚至经常在泡澡时处理公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死者，没有看他的资料。雅克·路易·大卫，对新古典主义风格极具影响力的画家。大卫是革命的强烈支持者，也是马克·西米连·罗伯茨庇尔的好朋友。他于1793年的画作《马拉之死》让马拉作为雅克宾烈士成为不朽的代表作。还有哪里没有查过呢？这已经查过了。这里也查过了。这里还没。这里还没，剩下这两个地方，我们先去酒馆好了。怎么还主动打我啊？我做错什么了吗？这里长得好像之前那个玻璃工厂。在楼上吗？诶？不关这里。线索。这本书名为《平行的生命》，罗伯塔许著的，这也算线索。一封由夏诺蒂代科写给法国人民的信，这封信要写给守法与和平之友的法国人民。哦，可怜的法国人，你们还要混乱和分裂多久才会高兴？已经有够久的时间到处充斥着爱好议论之人。某些恶人将自己的野心置于公众利益之上，他们愤怒的受害者。为什么你们要在法国的废墟上为他们专制的？为他们的专制欲望而毁灭自己。各党各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山岳派靠着犯罪和压迫而胜利，某些怪物让我们鲜血淋漓，
以遂行他们可憎的阴谋。我们为了自身的毁灭而努力，比在征服自由上，看来还有更多的热情和精力。哦，法国人，你们时间不多了，到时候你们都不会活着，只剩下存在的纪念品而已。愤怒的派系已经在巴黎示威，不知与内战之火已经燃烧这个庞大帝国的大半，想要阻止还有方法，不过手段一定要及时。已经变得卑鄙的恶人马拉，他的名字完全展现出罪恶的形象，在复仇的武器之下垮台，看到了山岳派，也让丹敦日渐憔悴。罗伯斯庇尔还有那群坐在血腥宝座上的其他土匪，毫无疑问只是暂停笼罩在人类头上发出闪电的复仇天神，让他们倒台更为闪耀，以后族那些也想将自己的财富建立在虐待人民的人。法国人，你们知道敌人是谁，起来吧，出征吧，让山岳派全军覆没，只剩下我们的兄弟和朋友。我不知道天上为我们预留一个共和政府是否能给我们过度复仇的山岳派领袖才能荣耀主呢。哦，法国，法律的执行也让你好好安睡，我也不愿用处死马拉来予以打击。由于毫无法律的天地万物来，由毫无法律的天地万物来宣告有罪，审判我的是哪一种法庭？如果我有罪，那么消灭怪物的大力神阿尔西德斯也一样有罪。哦，我的祖国，你的不幸撕裂了我的心，除了我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其他能够奉献给你了，而我也只能牺牲我真爱的自由来感谢上天。没有人会因为我的死而遭到波及，我不会仿效巴黎杀死圣法尔哥的培耶提尔的凶手自我毁灭。我希望我的最后一声叹息对我的同胞有所用处，而我投入在巴黎所承担的任务可能就是作为团结所有守法朋友的标志。我的鲜血可以让那些摇摇欲坠山岳派遇见他们自己的死亡，或许得以成为他们最后一名受害者，而天地万物的复仇或许也能印证我的所作所为应该是有利于人群才对。至于剩下的人，若对我的行为秉持不一样的看法，我也毫不在意。我的亲朋好友别因此而感到不安，没有人知道我的意图。我被挑选接受严峻的考验，正足以表现处于虚弱的手，还能怎么办？也只好彻底的奉献了。如果我的置业没有获知成功的话，法国人，我已经为你们指出要走的路。你们知道敌人是谁，起来吧，出征奋战吧，下落地待客。后面这两个人很吵。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不定不是我想的这样子哦。可能根本就不是情杀案件。来去最后一个地点探索吧。诶，不是最后，等一下哦，我看清楚一点。这边探索了。
探索了。是目前还不知道的地点啊。好像目前还不知道的样子，那我们也只能先去了。缠着我啊，不把他们杀掉啊，不行。补一下消耗品，子弹好像有点少了。应该在最上面了，看这个样子。下了点，解开新的色彩主题。等一下换装的时候再一起看，看要不要换新的样子。我们还有一个主题还没有穿过，居然没有杀到两个，我好他不抢。这里也有帽徽，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heartbroken. Jean-Paul drove my lover away.
so overprotective. And with all the enemies he's made in Paris, I was living in constant terror. He was so obsessed with the revolution, he spent all our money on it. I hardly got the attention I deserved. I suppose he died how he wanted. A martyr. I was sent to his house to kill him, but the job was finished by the time I got there. With what Marat was publishing, it was either him or us. I don't recognize that list of names as Girondin, but you could ask some of our leaders. I'll write you an address. Go there and show the list. You'll find the proof it's me soon enough. I just wanted his death to send fear into the hearts of Marat's believers for as long as I could. 居然自己就说是他。 感觉自己会承认就不太像啊。 I did it. The bastard deserved it. He got my father. 大家都说是他做的。 My father was no true. 喂喂喂。 Filthy scum. 你们怎么那么开心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啊。 I'd be lucky. <音>我买一下好了，现在看到就买吧。歌好像是听过的。 There's no way out, mate. <音>有些士兵好像砍到一刀就在自己倒下。一个宝箱的钱就够我收一个俱乐部。 I'll strike every last one of your kind off my boots! Hey, 躲货，这样还躲货？用枪。 Livre par ce qui est, c'est une...
最好的线索了。I don't recognize that list of names either, but it's quite a coincidence that the first letters of those names spell the word Providence. 名单是骗人的。到底是不是夏洛蒂啊？没有人可以救我。他就去指控夏洛蒂吧。希望是对的。窃贼！这里还有个帽徽，这样跳过去不晓得是不是的，可以。虽然他自己承认很可疑，不过没有办法。Someone get hurt？ 我想不到其他人了。哪一个？我记得他在比较角落的一个，这个吧。You'll find the proof it's me soon enough. I just wanted his death to send fear, and I kill one man to save 100,000.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就这样，我还以为还有什么更恐怖的阴谋之类的，就是他。这个星星数是不是很少？怎么如此单纯？Soon I shall accept the embrace of Madame Guillotine.A humble offering to the citizens of France. Can't say I'm surprised about Citizen Marat.
The man had plenty of enemies. I'm surprised he lasted this long. Go ahead and pick a weapon. That's what I expected. Let's see. 在法国引起不小的波澜，身为一名雅克宾专政的支持者，有许多里尔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这其中包括康城一代的小贵族夏绿蒂戴科，科代，他和吉隆特派站在同一阵线，并且也逐渐相信马拉办的报纸。 也让革命思想越演越烈。夏洛蒂相信法国会因此落入内战的火焰之中，所以他决定使用不引起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方式暗杀马拉。夏洛蒂造访马拉的家，说手边有一张吉隆特派领袖的人名清单。 马拉邀请夏洛蒂上楼，他在二楼泡澡减轻长久以来慢性皮肤病的痛苦。夏洛蒂捏造了许多吉隆特派成员的名字，马拉也开始扫视这些名字。夏洛蒂一见机不可失，便拿出一把利刃插入他的心脏，迅速的结束了。 马拉的生命，夏洛蒂欲引起雅克宾阶级的困惑和恐慌，而他也成功达成这个目的了。尽管在刺杀当时，刺杀对象发出的声音变成必然的线索，大家也怀疑为何会有如此高调的谋杀。 但对真正有心的人来说，真相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这张吉隆特派人员名单，却也是发现夏洛蒂藏身于天一酒店的线索。在房间里，有一张夏洛蒂亲手写的自白书，上面写有“杀一人救众生”的字样。 那我根本就不用再去问是不是假的。那这出来算什么啊？好像都没事嘞。这个算在隔壁。那准备来出这个了，四颗。不在那之前，我要先传回去拿一下。 我的宝箱，顺便换个武器，换个装备。Afternoon, sir. Oh, 之前是有个人在囤谷物啊，还没有，制定一下我自己。我存了这么多点了，我要训练9也快完成了，我要聊点数，所以先不要点。 装备我剩下裤子了，我先把套装取消掉。拿破仑穿过了，已经解锁了。坠落伤害，坠落声响。 血量增加。
十五二八二八，十五二四三三，这个比较强哎。极尽的降低奔跑声响。这个好像比较强。血量一样都是加三加五。那买这个好了。好丑哦。吧，不过他很强，就买吧。这个条纹真的很不喜欢。刚还要解锁新颜色吗？我比较想要这个完全的黑色。那我们还是穿套装好了，把那个裤子盖起来。换换圣殿骑士的衣服。刚刚装备没有忘记升级了，忘记升级，升级。What's going on? Where is Monsieur Lafrenière?